王大人，老身有十个女，令公子可任选其一，喜欢谁我就将谁许配给公子。我都要。放肆。爹你不开心啊？咕噜咕噜小猪开心不会哭。于夫人，嗯，三年前元丰得了痴症，就是傻了，傻至今未愈啊。王大人，我有一面通灵宝镜，多年温养，既可通达仙境人间，又可专注大人安危，当大人有忧烦之事，此镜就可发出一光，因此您和公子的情形，老身早有知晓。啊，既然知道，又何必如此啊？王大人，您可曾记得40年前您还年少的时候，在一个雷雨之夜？啊，我救过一只受伤的白狐。莫非？不错，正是老身特来报恩。你是狐仙？嗯。爹，听人说狐仙最漂亮，我要娶狐仙。嗯，明白了，那就让元丰自己选吧。王大人，请容老身用法术把你们送到云层中吧。爹，狐仙在哪里？乖了，闭起眼睛，我带你去。好了，恩公，别怕。元丰，元丰，你看这儿，这些都是我的女儿。那个抱兔子的是金柔，在桥头的叫秀梦，手里拿花的唤作青梅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个凡人女儿叫灵儿，就是那个端茶送水的，她从小在街头流浪，我看她可怜带回来的。这两个下棋的，左是红莲，右为绿枝。那边弹琴的叫粉桃，荡秋千的两个，左是紫玉，右为紫金。你看喜欢哪个？那个好看，那个也漂亮，还有那个，哎，能选一个啊？那我可不会选了。没关系，元丰，再看看，再看看。怎么样？那好吧，让风筝来定吧。啊，风筝定情？怎么定啊？拿着。放出去。风筝落在谁手，谁就嫁给公子。哎，你们看，哪儿来的风筝？过来了，漂亮，我要那个风筝。是我们的，来。有什么好抢的？风筝在我这儿，给我的，我的，给我，拿不着吧？给我，哎，给我拿。我的了，你们看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，抢也没有用。是灵儿，我看啊，
还是凡人跟凡人有缘。好啊，好啊。看，风筝着魔了。风丫头来了，小翠。小翠，你不要欺负我。小翠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的兔子！哎呀，小心！哎呀！小翠，你看你本来出现的梦的样子，真是一个疯丫头，怎么这样啊？风筝，风筝，不疯怎么争啊？